应届毕业生，每一位辛苦的老师、主任、校长、家长，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紧，又到咱学校毕业典礼的时阵。但是今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且需要用口罩咯，戴耳机的方式来给大家祝福。我也要感谢咱辛苦的教育学生的老师，也要恭喜各位家长。咱的囡仔已经大了，捌事啊！虽然因为疫情，平常学校生活变甲无同款，但是大家爱趁这个时间，更加爱注意身体健康，减少甲同学、老师、朋友、厝内人相处的时间。嘛爱感谢为咱付出的人，心存感恩。而且，我要祝福各位毕业生。毕业顺利，心想事成，毕业快乐。在未来人生，还阁有真多挑战，爱大家有耐心，唔惊困难，继续成长。最后，在防疫期间，大家辛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亲爱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南投县议员陈汉立，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加大家的线上毕业典礼，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大家的学习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连你们最后的毕业典礼都改成线上，非常的遗憾。我相信今年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让我们的生活正常化。所以不论如何，同学们也即将踏向下一个人生阶段，也会让许多新的学习与挑战等着你们。祈勉你们可以在师长的带领之下，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也祝福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小朋友平安快乐。陈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同学们的毕业的大好日子。我是民间乡乡民代表会主席陈国荣，先在此恭喜大家顺利毕业。今年也是贵校创校百周年大庆，虽然这两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过着战战兢兢的学习，大家还是克服种种艰难顺利完成学业，也要感谢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毕业不是学习的结束，而是另一个崭新的开阔的开始。愿你们带着师长的祝福与叮咛，飞向开阔的天空，展翅高飞，用心去领受，在未来的学习旅程上更上一层楼。希望毕业同学们能勇于做梦，靠自己的品德修养而受人尊重，靠自己的努力学习而不落人后，将来才能开阔展现自己的精彩人生。最后祝福毕业生一帆风顺，鹏程万里，祝福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嘉宾身体健康，国家平安，谢谢。陈校长，各位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以及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乡民代表陈宏明。首先，宏明在这先恭喜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毕业快乐，也祝福你们迈向学业的下一个阶段。虽然疫情还未平缓，但我相信大家能勇敢的度过。最后，宏明在这里祝线上的所有朋友们平安喜乐。校长、会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毕业生，大家好。
凤凰花开了，又到了毕业的季节。今年的毕业生特别的有感受，因为这是新街国小100周年，非常的荣幸以及骄傲。今年随着疫情的关系，无法到校，毕业生一一的祝贺，但是相信每位毕业生在老师谆谆教诲之下，各位一定感受到刚进校的时候懵懵懂懂，到今日大家有了自信和肯定，日后新街国小一定以你为傲。也希望各位毕业生即将踏入另一个旅程，会更优秀更自信，也希望各位毕业生有时间记得要再回到母校看看师长及学妹，虽然疫情的关系，相信这份热情燃烧不了我们的肯定，也希望日后大家能以新街国小为荣。在此祝贺各位毕业生学业进步鹏程万里，也祝福各位在校的学生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毕业班的同学以及在校的同学，大家好，我是谢村长。我想今天要对毕业班的同学说声恭喜你们，你们在新街国小很辛苦的要毕业了，相信你们也都准备好了要上国中。在这里我也要深深的向校长以及各位老师以及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中的长辈们，在这段期间养育你们培育你们，所以呢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忘记了，因为你们都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之材，未来国家的主人翁。最后在此祝福各位毕业班的同学鹏程万里，一帆风顺，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经一事要长一智，最后要懂得感恩。再见，谢谢各位。校长、家长会长、各位老师、在校生，新街国小第47届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新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坤拓。恭喜恁即将毕业，展翅高飞，迈入人生的阶段。人生有顺利，也有不顺利。不管在于得志或是不得志，拢爱一步一步向前行。祝福恁未来的行业，也祝恁旅途另外一个阶段，行业进步一帆风顺。亲爱的校长、各位师长、贵宾、家长及今天的主角第77届毕业典礼和在校生学弟妹们，大家好，我是新街国小毕业的学姐
新鸿母校今日举行毕业典礼，彩凤很荣幸受邀参加，在此我要以学姐身份感谢校长及各位师长谆谆教诲，创校以来培育了相当多的精英，在各行各业皆有极为杰出的表现。恭喜毕业班家长及学弟妹们毕业了，是另一阶段人生的开始，祈勉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已打好基础上开拓更为亮丽的人生，为母校争光，报答师恩及父母恩，我们都以你们为荣。祝贺得奖的同学们再接再厉，日后学有所成，要记得常回校看望师长，还有勉励学弟妹们。祝贺今天的典礼圆满成功，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朝圣宫主委，六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你们要更上一层楼，上国中，希望你们到国中一样用功向上，为母校争光，祝你们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平安，谢谢各位。嗨，各位新街国小的应届毕业生，我是民间国中校长燕球丽。那校长在这边特别的祝福你们全体的毕业同学33位，你们是第77届的孩子，那祝你们毕业顺利，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展开更精彩的国中生活，并且祝福你们全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谢谢。各位长官、贵宾、师长、家长、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三光国中校长吴明顺。首先恭喜毕业同学完成现阶段的学业，在此特别感谢学校师长们的用心照顾，尤其要谢谢今年代班的导师，以生命影响生命，亦师亦友的方式引导学生，培养最优质的学生继续深读学风优良的三光国中。在这充满感恩和温馨的日子里，校长我也以三友和大家共同勉励，做人有品格，做事有品质，生活有品味，这也是三光国中培养学生的三个重要方向。另外也要和大家分享，依据学校长期统计，三光学区一样程度的学生就读三光，三年后各方面的表现平均优于到私校或跨区就读的学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希望大家都能在学区就读、在地圆梦等高中阶段更能让孩子展翅高飞。此外学校新生重要日程表也利用此时和同学们提醒，一新生训练的日期7月18日礼拜一、7月19日礼拜二，暑期学艺活动7月20日礼拜三，一直到8月12日礼拜五，总共4周。三其他相关的重要资讯也都会在学校网站新生入学资讯连结，请同学们随时上网掌握最新的资讯。最后祝福所有的毕业同学以欢喜心迎接人生的下个阶段学习，也祝福各位长官、贵宾、家长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谢谢。